你唔捌啦，这叫做气氛啊。气氛啊，拜托，咧查甫人饮酒是咧讲什么气氛啊？有酒就好啊。哦，我坦白甲你讲好不好？我甲卢比都阿爸。啊。等你较大汉了，就会知影。哎呦，有足多种。所以你甲爸爸安尼，嘛是一种爱的方式吗？我来安心，我做来工厂，和你的团队继续落做。现在你的团队内面，敢无另外一个抢劫的罪犯，或者是贼啊？好啦，你想要做啥？黑豹是因为郭建兴哦，佮摕咱家的安全来威胁伊，所以哦，伊才会答应落跑，因为想要保护咱啊。我感觉黑豹才是受害者。吼，这个郭建兴哦，真是笨死嘞！我今仔日在讲啥？你每天做一千块钱，你知道我心有偌艰苦无？我知。不过，我真正足痛。庄辉甲新人人要结婚啊啦，阮咧筹备婚礼啦，你知无？啊，这你有够结婚啦无？你要结婚啊？你真是要结婚啊？你那万事拢焦头，小莫的话哪会这么讲？是来去匆匆，我要成你藏心中，将心比心就爱退一步，相爱容易相处难，有缘有家才会做红毛。男人的心内会晓双西风，听惜你我才会拨过半千钟。今生难有缘，才会来困同铺，一生有你又如何？你若万事拢焦头，小莫的话哪会这么讲？总是来去匆匆，我要成你藏心中，将心比心就爱退一步，相爱容易相处难，有缘有家才会做红毛。才三碗汤，男人的心内会晓双西风，